还好我有看过人家的文章，所以他不愿意吃，我只吃得很生气，还好不会太难过。不晓得妈妈就会觉得好沮丧哦。为什么？会啊，很多妈妈就因为这样就很沮丧了啊。嗯，就说就是那个含吸的不好啊，嗯，然后那个太平啊，就是乳头太平，让他含吸不到啊，嗯，然后他不愿意吸牙、啊，然后就觉得很失落啊。哎呀，我不会这样。